那啥呀？行了，哎呦天儿，还起来，哎呦天，这睡个懒觉都睡不了。哎，下去吧。下去啊！你遇到小伙伴了，哼！老太，不能过马路，来车了。哎，来车了，孩子。得了，有车，前面有车，靠边。蒙古族服装。遛阿泰呀，就绕着小区转半圈，在外围。通辽市啊，城市不大，但是特别的干净。看看这都路上什么都没有，这路两旁啊都是李子树。我的家乡啊，春天来的晚，但是一旦来了，也是姹紫嫣红。那好香啊，丁香花。大家好，好几天没见了哈，我到点累趴窝了，整这个园子就累着了，这一年还是不如一年。然后我给我女儿气的说，那不能就不种吗？非得种吗？我说不行啊，我只要看着它我就得种。哎呀，这昨天刚刚的觉得好点了，昨天又能动了，昨天又干了点。前两天就把那个粪呐都倒腾了，有的池子里的土多，再倒腾，搁个桶来回拎。老杜他也腰间盘突出，他就拎了两桶，他就腰疼的不行了。后来就我拎，我也是腰疼，后来我就把那个腰带扎上了，挺着干，后来就累着喽。哎呀，累着了，全身都疼，然后心脏也不太好，觉得就好像呼吸都有点不匀净了。哎呀，没法了，就休息了。现在好多了，就喜欢，你说那没办法，你就喜欢这园子，只要不搬出这个院子啊，就一定会种它。这要是搬出去看不着，眼不见心不烦，那也就不种了。这是我前几天干活的情景。看看我这院啊进行到哪一步了，我把这一堆粪都平分了，然后土有的土多都倒腾到那面去了。
这现在把这粪也着碎了，就剩翻地了，所以就累着了。哎呀，真是老了，不行了。看这粪都全都倒腾过来，这还没翻呢，翻完了就可以种了。再把它着碎了，大块的。就这点活就把我累趴下了。我侄子看我回来，给买一条大鱼了。这鱼也太大了，花鲢，照出来还没有那么大，看着可真大。就像二十分就行了，进步特别快，目标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时间，需要一些失败的经验，有一些失败的经验自己的总结，然后你自己去去成长，去进步，可能这个进步的。今天晚上。侄子来了，我们欢聚一堂。哎呀，我们当地这个鸭头啊，做的非常的好吃，辣鸭头，吃掉两公斤就一绝。你老姑父俩看世界杯，早上两三点钟，买的辣鸭头啤酒，哦，挺有气氛的。哎呀，我就忘不了那时候。